直播吗？我要直播吧，我是要的吧。Hello 七六，没有人要来，走了。Hello 呀，欧魔女 ，Hello 飞云。Hello 一拳见血 ，Hello 北极熊 ，Hello 福福猫 ，Hello 卓一航 ，Hello 夜宵 ，Hello 流氓 ，Hello 阿福。哦，我好胖。还好。Hello 扁泥扁泥 ，Hello 旅馆 ，Hello 大姐。通常这个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Hello Kilo，Hello 草莓酱 ，Hello 奇兰 ，Hello 甜甜圈 ，Hello 林果 ，Hello 163012，Hello 午梦，我是七点吗？我是七点哦，哎，那我应该要现在关吗？然后等一下再开吗？我不知道哎、我应该要关吗？我是七点哦。我真的不知道哎、我是七点哦。哈？什么东西？用这个什么奇怪的时间乱排？哎呦！我是七点呢、哇，第一次知道，我要关吗？那就会有一头拉骨的人断钩，怎么办？怎么办？那就这样了，就这样了，我就播。那我这一个小时要干嘛？那我这一个小时要干嘛呢？怎么办？嗨，大家晚安，哈哈哈哈！你还在打游戏，哈哈。对，我今天的房间，好久不见的房间。晚安。哦，好好听。对啊，对啊，我要贴一个红包，不是红包，不，我没有贴红包，抱歉，贴不了。晚安。我今天有停电吗？我不知道，我可能错过了，因为我们就是醒来的时候电都是好好的。因为张佛法在学校嘛，然后他就问我们说：“宿舍有停电吗？”这样子，然后他就说：“然后小晴就说没有，这样应该没有吧？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错过了。谢谢 Kilo 的缘分相遇，我记错时间。谢谢瑶茉莉的 Mika。谢谢，眼不合就早开，因为我记错时间。哇，为什么要转推？你刚停是怎样？睡到下午没有？我们今天，
我今天十点起来，因为我们哇，谢谢阿当的闪电星，因为我今天跟王一店跟小晴约好去吃早餐，就是我姐最近前天传了一个，就是离我比较近，然后她让我先去试个毒，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因为我平常都会跟小晴一起吃早餐，就订早餐这样，然后就想说，就问小晴说要不要一起吃那间早餐。而且我们很少出门吃东西，昨天比今天好看。OK， 打游戏，打什么游戏？你在打什么游戏？我也要玩。听七点下班就不早看，没事的。只知道你家下午没停电，下午也有停哦。下午我们也没用什么，有啦，下午就回来了。时钟停摆。没有，这个没有关联。你要走？为什么要走心？谢谢勇哥的浪上野猪，谢谢勇哥的非你莫属。还以为我昨天有说没有啊，只是单纯的作息记录时间。啊，我的风之谷很久没有玩了，就是因为刘晓晴，就是他，因为风之谷不是每个礼拜三都会更新嘛，然后刘晓晴一直更新不了，好像是什么空间不足，害你没有下班的动力。谢谢林果的行李箱，还是可以下班吧，还是要下班吧。就当我手绢，不行不行不行，还是要玩的。谢谢包子的幸运四叶草，谢谢林果的幸运四叶草。真的、啊？我不知道。没有，我们约定好说要250灯，我现在196，下播都还没下班，没事啦。谢谢初恋的浪漫玫瑰。回我回答说你在玩什么？谢谢朱莉安的浪漫玫瑰。要说继续加班才有钱买神器，加油！加油！巧了，居然在打楼，下一个。对啊，有记错时间，哈哈。我好胖，我今天好胖，是这样。冰敷，这样有用吗？不知道。可以突然开的吗？可以吧。结束啦，打完啦，可以休息了。早上停电，爽到线上机台人员就跑了，救命！晚安。我好胖哦，今天是这样，这样看起来很瘦，有吗？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真的好胖哦，是这样。碳水偶像谢喽，偶像谁饭？啊！谢谢大古伟的缘分相遇。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是讲出来就不会想要做。十点半复电还是没得跑，天啊，要到十点半的意思吗？加油。好，把我按钮拿来我面前照亮我。有亮耶、yeah，那你就赞了。充电线拿不下来。
早上十点半，我想说到晚上十点也太干了吧，救命啊！包子的你最闪亮，哎，我这几天这两天过得很快乐，哎，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昨天收房间，稍微收了一下啊，我前天稍微收了一下房间，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心情就很好，就没有那么乱，不然房间都乱乱唧唧的，就很不舒服。晚上十点半还只能待公司。对啊，好累吧。然后这两天都有出门。我昨天出门干嘛？哦，我昨天哦，我前天就有出门，前天跟小琴出去吃火锅，昨天跟小琴去咖啡店，今天跟小琴还有一家也去吃早餐，就好。舒服，很舒服哎、欸。干净的环境能维持一周吗？张爸爸不回来的话，应该可以。他回来就不太行了。为什么讲的好像出门骄傲？对，很骄傲吧，高云爵，高云爵哦，想清楚，高云爵哦，高云爵哦。早餐吃蛋饼，今天啊，今天吃，没有，今天没有吃蛋饼，今天吃铁板面，很好吃哎，所以是爸爸，其实也不是啦，就是他会忘记放回该放的地方，你才要吃蒜头，好像少了昨天，哦对，昨天晚上没有夜场，还是没有去，结果。差不多，还有附近的早餐店，很少吃铁板面。对，我也很少吃铁板面，不然我普通都是在吃蛋饼，然后吐司。对啊，因为我想说，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去附近的，然后其实附近的有时候点外送还是会点到，我就想说，那不要吃一样的好了，搞不好吃一样的东西，然后就。点了别的，用到哪里放到哪里。对，他就是那种人。然后我有时候就会随便你啦，然后就跟他一起，就是跟他一起乱放，然后就想说看乱放他会不会觉得很乱，然后就想要收一下。不会，完全不会，完完全全不会。铁板面喜欢哪一种酱？蘑菇。晚安大家。上次吃铁板面的时候，好像好多年前哦，居然吗？附近的海外送就不想出门。要走十分钟哎、欸，不是混酱，我没有很喜欢黑胡椒。跑外送真的接过店家离客人家超近的单过，我好像有叫过，因为我不知道他就在我隔壁，然后我就叫了。十分钟很近吗？十分钟很远。铁板面都加玉米浓汤，嗯，哎、欸，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哦。我有时候就是有附汤的店，然后如果它的就是酱可能太咸还是什么的，我就会加到玉米浓汤，超好吃。铁板面加颗蛋肯定是要的吧。那是谁会做的吗？什么东西？是不是你附近的外送员比较帅？没有在看呢、欸。是乱源一家，哦，居然吗？哎，真的很好吃哎、欸，不得不说，铁板面加玉米浓汤，真的很好吃，那是真的。
至少外送员送赚到了小钱。对，外送员很辛苦嘛，就让他们赚一下钱这样子。哎、欸，搞不好他跑了大概90单，只才有一单的这样子。油钱也很贵啊，对吧？哎、欸，我今天买到蛋了。嗯，谢的浪漫玫瑰。加玉米浓汤，我家附近好像没有这种组合，就是你要自己把它丢进去汤里面，好吃。上次吃春冬宝真的加玉米浓汤，怎么样？好吃吗？谢谢朱莉安的掌声鼓励。对啊，可以自己用蛋饼，但是我有点懒。谢谢浪客的一封信，真的超级想念蛋饼铁板面、铁板面盐水鸡。新加坡没有吗？多花了外送钱跟肥胖税，对。蛋油真是很贵，蛋我也是蛋是什么意思？没有，就是之前是连架上都没有，哎、欸，有啦，超商有，但是我没有去超商。谢飞龙的行李箱啊，为什么没有？大家要不要寄给他真空包装送过去？谢的闪光星星，谢浪客的缘分相遇，空班啦。我也是，蛋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懂哎、欸。谢飞鸿的抢记版，停电待就不。やかんげないです。こっちはここはない。ここは平和です。キラキラ。OK OK、谢喽、谢谢哦。而且我觉得我今天过得很 chill， 真的是很 chill 哎、欸。这连石头火锅也是最近几个月才开始营业，赶快吃爆它！我今天早上就是我们今天10:30左右，可能晚一点出门，然后去吃早餐，然后回来的时候顺便去买食材，因为我昨天大家有在听我昨天直播的话，有可能有听到，就是说我今天要做蛋糕这件事情。Hello， 晚安。去游，然后我今天就真的，我昨天真的是下播就开始在查食谱，谢谢四季的行李箱，然后我今天就真的去吃完早餐之后回来，就顺便去买食材，然后又买到蛋，赞，谢谢四季的行李箱还有枫叶，然后我今天下午整个下午，也没有整个下午，反正就花个可能2-3个小时，因为有一个小时在。就是在冰面糊，因为他说要冰一下，让它松弛。反正我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是冰一下这样子。出镜。然后我今天就真的有做，我今天就做了6层蛋糕，因为没有很多层，就是很扁。然后而且我的皮就是。有点太厚，反正今天就是做了一个这个东西出来，看到吗？反正就是好丑哦，这边差不多啊，反正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做的太甜了，不是玉子烧，这是千层蛋糕，这是我做的。这是切下来的一小块，你才玉子烧啦，好想吃玉子烧哦！谢谢翔爱的缘分相遇，反正今天就是做了这个东西，就是下午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就很开心，
对啊，所以这是六层蛋糕，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七层，它有七层，它是七层蛋糕。我没有做鱼子烧，觉得子烧是什么？谢谢老沙的场记版，可以帮你做一份吗？嗨，对啊，但是就是有点太甜，我觉得。但是家跟小琴说还好，好吃，可能是。可能是客套话，没有，我不知道。但就是做了这样的东西吃，对。哎，救命！切不断。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了。或者今天就是这样子。还是玩做日子操。好甜哦。对啊，自己对，现代煮法，好甜哦！不是荧光是整个圆的吗？剩下的我们可以扔，不是应该是整个圆的吗？已经剩下四分之一了，因为我做的很小，大概这样子而已吧。已经剩下四分之一了，而且你们也不能来好吗？谢谢 YC 的缘分相遇，但是吃起来就是不香，我觉得没有很香千层蛋糕的，可是我也很少吃千层蛋糕。太甜配一杯热的黑咖啡缓和一下甜味，对，我在想说感觉就可以很适合喝茶，但是我没有茶，我只有桂圆红枣珊瑚草跟一堆咖啡。谢谢他留的伴手礼，对，不够，就我的皮比较像松饼，吃起来感觉。晚安，谢谢哈利的缘分相遇。埋在送烟是不是不能喝了？不能吃了？我不喜欢喝咖啡。就说是千层蛋糕了，烦死了。紫草、珊瑚草、珊瑚草有黑糖，感觉也会很甜。珊瑚草也很甜。啊！饼皮不应该加糖在加糖，因为太胖了。没有错，就是因为胖。对啊，其实还是蛮好吃的，就是有点甜。
突然热。饿了，我也饿了。突然这个会饿哎、欸，为什么？看牛奶很好哎、欸，自己做的应该会更好吃吧？这是我做的啊，嗯，这是我做的、啊。林果说没有在听我说话，谢谢柠檬的闪光星星。看英雄联盟教学影片，不受广告干扰，免费试用 YouTube Premium。反正呢，今天呢就是吃早餐。那我可以帮蛋糕师模仿吗？做完了，一起做。反正今天就是一个。吃早餐，然后回家做蛋糕的行程，快乐。甜的食物会让我想吃更多甜的，不会，我现在想吃咸的。Hello， 晚安。哇，我大连第九名哎，耶、yeah ！谢谢捕到兔的海。包会员票，休想骗我某 AQ， 拿一家的茄子夹都不要，好恶心哦！不喜欢茄子，不喜欢吃茄子。谢谢老沙的你最闪。我是大连第九。哎、欸，大连梯有多少人想要了？我想知道。感觉只有五个，可能只有三个。我想要，可是我不能穿出来，好难过、哦。还是我自己做。谢玉超胖的告白气球。可是我在想，你们是能做的吗？因为你们连应援扇不是都不能印我们的脸了吗？就是那个肖像权的部分，你们是可以的吗？是不是太大？谢谢普拉斯的浪漫玫瑰，你送我那么大的，我就会那个就已经可以挂在后面当直播背景了。然后大家就看到我封面进来，就想哇这个脸怎么那么大，然后进来看到更大，哇吓死。哎、欸，我也很久没有跟你们更新我们的快乐天堂，现在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就是已经东西已经多到我不知道怎么办。哎、欸，感觉可以吃这个。当棋子甩啥意思？为什么感觉很开心？很好，几岁就几不用，谢谢。这个吃不完耶，然后有一盒樱桃小丸子，然后还有阿公给我的蛋糕，然后还有姐姐给我的乳酸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但是。就当糖果在吃。物理上应该是不行，但我不是开表单，不知道。对啊，哦，谁开表单、啊？是谁开的表单？谢谢朱莲的告白气球。
皮排猴肠，这样到底是有糖还是无糖？下面还有蛋卷。还有一碗粥，泡粥。等一下泡面，我泡粥。再一点，很多东西。要牛肉不是，那个是，那是张法法的。哪有违禁？没错，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就是小零食。我没有大粮食，比你家还多，真假？怎么可能？一定是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每个人家里肯定都会有一个粮食柜吧？没写名字，确定耶？被杀死。比香港超市还多，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这些零食，其他宿舍组的人也会拿来吃吗？不会啊，因为是在我房间，我们不太会进去别人的房间，因为我们都在客厅。要睡觉。好酸哦，嗯。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多肉圆换地方了，我们现在多肉圆在给它合一下，香港近日什么都卖光光，为什么？香港怎么了？香港也缺粮食吗？我们现在多肉圆在这里，超可爱的，哎，这条这条是他们的光，好可爱的，好多线，也没有很多，两条而已。可爱，我们的多肉圆，感觉它有在长吧？有吧？我都觉得它有在长，可是张爸爸都跟我说，就它没有在长，他是骗我。肚子饿，吃啊！对啊，很小，我们现在是超小的，两寸可能而已。突然变英文歌，你要我要听。另一个谢谢哦。对啊，很可爱吧？所以现在有特别用日照灯？没有，我这个是我的网美灯，哈哈。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平常就会开窗帘，有些人应该知道，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开窗帘，然后。因为张爸爸的舅妈说，他们就是不能直射，就是不能被太阳直射，因为可能有机会死掉，就太热这样，所以就不用整个放在室外，就是那种阳台这样，就是有一点小小光有照到就好，然后我就。先放在这边。最近また痩せたよね。いや太った。可能十年后才看得出来有变化。对。对，现在是我的网美灯。我有在想要不要买日照灯，但是因为他说不能直射，我又不知道那个日照灯是，其实好像是可以，但那个对，不能太长时间。然后我有在想，应该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床头，还是继续放在这？放在这里，感觉它们也长得蛮好的，对吧？原本是几点？什么几点？哦，直播吗？原本是七点，现在才六点半。这时候真的小后天哎，是怎样？小后天、啊。
好听。可以单曲循环，然后就放在这里，然后也是刚刚好，不然这边本来也是空空的，你知道空空的就很容易放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现在就刚好可以放多肉圆，然后旁边又有你们送我的花，就很舒服，这样这都很舒服，这个房间很舒服，活得好好的，通常就不要乱动，对，对，很容易放杂物，透过日本时间，对啊，おなかは分かんないけど、あこは好きしてる。いや、いつもそうだ、いつもそうです。でも最近本当に太った。偶尔还是要量测一下。可是其实我们宿舍的位置也是晒不太到太阳，就是我们的窗户都没有面太阳的，哭啊！没有生态电池了，现在。没有改，我记错时间了，哈。去小晴，拿去小晴房间晒。小晴进来就可以晒了，好可爱哦！我都觉得他们有在长啊，跟刚买他们的时候不一样。今天要浇水，都被其他大楼挡住了，是没有。是没有被挡住，但就是没有面到太阳，闪亮太阳没错，光线都被闪亮吸走，没有。春酒，おいしいもの食べた，食べた，めっちゃおいしかった，かった。拿去顶楼，我会死啦，会死掉，还要再上去拿。水不要太常浇，一个礼拜一次的。难不成你也是多肉大师？多肉大师，哦，好好听哦！赞的这首歌很好听。重死太多，有心得。天哪，有，我们上次也有中过，也死掉了。嗯，这次已经超过上一次的成绩了。去找多肉专家阿姨啊，有啊，舅妈，舅妈，张佛法的舅妈有教我们要怎么办，怎么照顾。反正就是一个礼拜浇一次水，然后就放着，不要理他。对，谢谢亚麻路普的缘分相遇，缘分，什么东西？你也是多肉。阿六，明镜，好久不见你哥，背后有多肉猪的晚会，我很抱歉，我现在会好好照顾的。上次是不知道怎么照顾，
定没问题，棒，希望。马修，我都没更新，对不起。马修，马修嘞，包子酱不行耶，无缝接轨。哦，也不是马修，不然是谁？好，林果也没更新。包子酱不行耶，第三个人了。上班，好的，加油。上班偷听啊。欸，没有哦，那这样子我前面还有大概五个人，这样子不行哦。包子马修跟包子都睡一起哦， so sweet。如果没上班，阿六就可以。嗯。怒。好好听。羡慕财富自由，谁财富自由？是谁挑的？I know, I know, 马修，马修来了，马修，你的包子需要你，包子说他需要被照顾，他需要你照顾他，哇。包子刚刚说他需要，他也要被照顾。他说他也要被马修照顾。差不多是这样子。你错过什么了吗？没有啊，就是包子需要照顾。这样可以算错过了什么吗？懒人包告诉你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哇 ，so sweet！ 哦，什么东西？你们要干嘛？哎，好好听啊！救命啊！怎么那么好听？这算个雷没有了？你不想去了？礼拜六要干嘛？礼拜六要干嘛？礼拜六你们要约会？太快乐了吧 ！Snowman from the mean， 大林，大林，啊，生日会。哎，不可能不去吧？那是去见藤原的，又不是去见马修的，还是你们约好了？哇！是不是很想看到粉丝 CP？ 很有趣、啊。不然我们的 CP 也很少，也没有干嘛，粉丝就是打打闹闹的，很好笑。浮夸程度有像一家，很好棒啊。可是有三月嘞，三月为什么有生日会？三月为什么有生日会？对啊，我还很久，包子，我已经要剩下一场了，不知道，拜拜拜拜，
效果 CP， 效果 CP 不会放财。真的、哦、不是啊，因为三月不是说三月没有收心，是三月才刚开始哎、欸。好，我打死你，马修帮我打死他。两个月都延后，我真的是不知道。马修哪舍得打他啊？好吧，舍不得。哇！哎、欸，我哎、欸、，Good for you。我要听这个。想找新歌听 ，YouTube Music 就是你的音乐向导。我刚刚讲完，我弟就是，唱你这首好像不太行哎，是怎样？哎、欸，可是这首很好听哎，可恶，居然一开头就这么不友善，可恶。我们又没有讲完啦，就是通常粉丝 CP 像是之前有谁，令流之类的效果，粉丝不会放闪呐。对啊，可是马秀很疼包子哎、欸，哇，哇，月二月延到星期六日，月底就三月，嗯，另有对啊，效果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哦，好好哦，我也想要有人帮我妈分冰淇淋。想看，看那有多惨哇！包子不要明星。哎、欸，是谁？林果表单是你开的吗？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点，好好奇哟、哦！你是手不能玩，没有没有没有，人家贴心，人家多贴心啊！很棒哎，好好哦，好羡慕哦。有人帮忙挖冰淇淋耶、欸、晚安贴心。我想知道有多少人贴，我好奇，我好好奇。可是林果是不是不能真的做出来啊？就是你们连什么应援扇什么的都不能印我们的脸了，因为那个肖像权问题。那是 T 恤就不行哦，好难过，我的生日 T 真的要这样做了啦。啊。好想看哦，好想看包子的无助脸，不要销售就好了吧。可是你们应援扇也不能做哎、欸，你们应援扇不是也不行吗？就是你看你们现在扇子也没有人，没有任何一只是有脸的，
不要许愿，设计费还要自己吸收。怎么会觉得我戴眼镜？我没有说要赚钱，我只是说是不是不能印出来。我没有要赚钱，不想赚你的钱，哼。只是看不清楚，哦，是这样啊，哦，避免，嗯，这样可以吗？我不知道，你可以做啊，好想要，好好笑哦，还是我自己做，一脸上去不如用字，我不要，我不喜欢写字，再接脾气。啊，现场不能用，现场可以用吗？我不知道现场能不能用，本来就没有啊，好吧，好吧，不要问，不要问。今年的生日 T 就用大娘，对啊，好想要哦，要不要大家？生日快乐！这是二十岁精华。公演登完，观众席打，看到一堆高跟鞋跟着跳，很有趣，很有趣，好不好？哎，好想看啊！欸，搞不好大连 T 大连 T 比我之前的还更多人买，一定会，感觉一定会，一堆大连 T 坐第一排会哭吗？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为什么会哭呢？多棒啊，多有趣，赞的。我知道，你知道你的应援色是绿色，知道吗？打在脸上，不要，不要打在我脸上，谢谢。其他成员会笑哭，对，也不错吧，也不错。史瑞看，史瑞看是什么？你是不是打错字了？就降波，就降波，谢了，就降波。突然想买一件，对不对？啊，还是你别做了，我生日第一做。哇塞！啊，好想要。Thank you。自动选词，史瑞看。Begging you. 哦，好想听 A B C D E F G A E F U， 我可以放吗？我可以放吗？救命！开启贴图圣诞题的时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 DC 高云爵频道填表单，帮我填。你们大家看到一个高云爵，哎，好想要，我不要付钱。那不是意愿调查而已吗？现在不是意愿调查吗？你们已经开始预购了，是不是？一家前辈好快，一家前辈泡了蛋糕，我要看，耶、yeah ！谢谢一家。找不到。耶、yeah ！谢谢一家。
好丑，我做的好丑。对，六层蛋糕。哇，你们好棒哦，好好笑，好好笑啊！欸，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跟张爸爸很合得来，就是他会做，他负责做咸的，然后我辅助他，然后如果是甜的话，就是我负责做，然后他帮忙，他辅助我，但是他不一定会吃甜的，好难过，就是只有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吃，很期待，好想看呐，原来只是为了吃。没有，就是我们很互补哎，就是我不吃的东西他吃，他吃他不吃的东西我吃，有一些小惊喜吧，挂号一次，对，小惊喜，或者是。或者是之前我就会赶张爸爸去晾衣服，然后我在这边折衣服收衣，因为我们要收衣服嘛，就要折衣服，但他不会折衣服，然后我就把他赶去晾衣服，但我发现他好像连晾衣服都不太会，就是你们衣服会甩一下吗？就是不要那么皱，你们会吗？我会啦，但是他不会，他就是吊上去，然后就直接挂上去，然后衣服就会皱的跟什么一样。少了一个帮你们吃，不用啊，不需要哎，我们自己会吃哈。我要停了。对吧？要甩一下吧。但是他不会耶，他为什么不会？他很妙耶，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他，因为他会去住学校，然后就我自己洗衣服，很少啦，偶尔，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会烘干机，我们烘干机不管用，然后就可能我收完衣服，但是我还没有折的话，如果他回来了，他就会直接躺上去。不会直接躺在衣服上，反正就是在，因为我衣服会放在床上，就可能边缘之类的，然后他就会直接上床，然后就很挤，就很多东西这样子很不舒服吧，而且衣服我刚收下来，烘干前也要甩一下哦，是吗？可是我们的不管用。之前会喘，但发现这样衣服很容易松掉。对，也是，就是还是对，就很多容易松掉的衣服，所以遇到那种可能就是小拉一下而已。脱水机加烘干，好喜欢。你之前做过15层的天，哦，你好厉害。我的面糊太少了，我的面糊太少了，而且我的那个有一点太厚了。所以就只有7层，有了，还有7层，刚就算了一次，哼，直接 oversize， 对啊，我不是偷喝什么 ？A B C D E F U， 直接 oversize， 有不行啦。油脂不是，偷喝面糊？我干嘛偷喝面糊？哈，我偷喝面糊干嘛？面糊有生蛋呢、欸。这首歌很好听，这首跟 Happier
什么东西啊 ？Happier than ever， 很好听！救命，怎么可以这么好听？今天错过马的直播，好难过。今天我不是第一个播的吗？谁知道我饿了会做出什么？没有那么夸张，好吧。边做蛋糕边偷吃是惯例，哪有？唱的比较好听，谢谢。One, two, three, drink. 而且就是有时候可能早上，就是他大家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房间，然后开这个音响，然后开超大声，超爽的。然后或者是。没有，我现在起床我就会直接来开音响，这样会比较清醒，很爽啊，超舒服的。真的很舒服。对。但如果张爸爸回来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会睡得比我晚，我就不能开。满足点很低。很舒服欸，就是。很舒服欸，是我的房间，哇，好爽，超舒服，真的是超舒服。一个人在家也很舒服，对不对，很舒服，正好去邻居按门铃，因为我的房间很远呐，就是应该吵不太到吧，我猜。可以学一家早操，哈。其实没有很介意一回家不换衣服就躺床，我不介意，因为我也会，我没有很介意，但是如果是那种去那种味道很重的地方，例如吃火锅，就有一点介意。我在播这首了，哈鲁呢？对啊，哈鲁呢？为什么哈鲁喜欢这首？是不是蛮多人会在意的？我不会，我刚刚都不会。然后，对啊，味道重的会比较介意吧，火锅、烧肉之类的。不换衣服上床会被揍死，救命！他听到这首会很烦躁，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蘑菇吗？是吗？是吗？啊！我现在是正常版啦！忘了上次播是什么，现在是正常的呢，正常的也不行吗？哇！出门后回到家一定要洗澡才可以上床，可是因为我们的空间，我们没有，我们不会待在客厅沙发，虽然沙发真的是超舒服，不这样。Heart beat face and promises how do we pray? How can I love when I'm afraid? 2, 4 床上站 Loom Oh my goodSuddenly he goes away somehow. One step closer.
衣服这种东西就是在床跟椅子上互相转移的，没有错，没有错。谢谢 Q 开胖子的枫叶。Sing your loving for a thousand and more。晚安，大家晚安。Hello Pat， 我要看你的头贴，你有换吗？你没有换。Pray I will not let anything take away from of me everything every day once I have died everything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没有，因为我昨天看到王一佳画的名牌，没有。昨天看王一佳名牌，觉得很可爱，不行吗？I will find you, timeless brand new. For a thousand years, 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没换呢？对，我看到了。你也来画？你是不是想被画？还来呀、啊，还敢下来呀、啊？我那我画的都恶意满满，我只是画了很多爱丽果，爱丽果真的很喜欢爱丽果哎、欸，不错吧？我画的挺好的。对吧？杨雄同意我，我看看我的板板有没有在这里。这种事情，我的板板，我的吉祥物，好久不见板板，没有在用板板，谢谢林果的掌声鼓励。快乐天堂有捕获吗？有，谢谢林果。看一下有没有水，搞不好没水了，笑死！擦一下，板板。我没有看过包子啊。我有看过啦，但是我就是不是握手会那种面对面，所以好可怕啊！打开看到眼球，蛮可怕的。有水耶！棒棒棒！
超少。Foundation， 对，都是我的右下。好啊 ，Marshall， 麻烦了 ，Marshall， 傻苏嘎老公，傻苏嘎情人，傻苏嘎 CP， 好棒哦。哟喂，乌拉！You， 打开看到杨雄应该像这样吧，他没有跑出来，等一下。他跑不出来，哭啊！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要画什么，哈哈，好可怕啊！披萨团团员，盲目的狗，没有，他没有很黑啊，他脸是白的。救命！什么东西？美军拍照喽！正在努力上班的呀的阿六，但我也不知道他上班是怎样。阿六，此时此刻感觉阿六最好画了。上什么班？反正我的想象大概是这样吧，应该都在吃元素。救命！太瘦，太瘦，好过分哦！太瘦，不知道，就是感觉他应该是在看电脑吧。我要擦掉了，哈哈。晚安啊。
而且把那个耳朵擦掉，感觉就很像宇宙。谢谢伯承的浪上野猪。橘色的，感觉擦掉耳朵很像玉桃哎、欸，玉桃跟阿六很像哎、欸，就是不是长得很像，就是如果要画成那种什么漫画人物的画，还用橘色。我没有啊，宇宙，谢谢志怀的闪光星星。我没有在车，这是刚好真的，我就只剩橘色跟黑色了哦。哇！东西我不知道，哈哈，怎么了吗？大家晚安，今天晚餐吃了吗？哈哈，没有，是包子在做，我不会画他，他弄。我现在我的板板上面还有一个熊耳朵，救命，好好笑，我就我的绿色不见了吼，怎么办嘛，那我用黑色嘛，好嘛，黑色嘛，奇怪，晚安的是みなさん，怎么这么晚了，他的绿色也不见了，什么意思，什么绿色，什么意思，谢谢姚茉莉的新礼物，おかえり，变胖的合同看到吗？哦，不是我的，就是什么东西啊！救命！救命！闭嘴！闭嘴！我不参与这个话题。哇！林果，他说林果下去。你们很地狱哟，没有最近，你们很地狱哟。他有最爱吗？懂了，不说了。我哪有？是你开始的。默默送他下地狱。哇。我送他离开，怀念他。哇，分白啊六，不是哈，我就真的只有橘色跟黑色啊，橘色比较粗啊。他上次直播说他直播间三色地都不见了。
哈哈哈，抱歉啦，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敢跟他聊粉丝，哈哈，没有啦，我没有。哎、欸，你们 ，Hello， 大家 ，Hello， 直播间的大家，都在地狱，都在下，都在我楼下。哇哈，哇哈，还好不用带衣，救命！哎、欸，可是我很想带衣耶，哦，好难过、哦。我是阿爵何が言ってるの？いや、ちょっとやばいのことは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不知道他三兄弟是谁啊，我知道一个兄弟啦，但我不知道另外两个兄弟是谁。那你们留谢谢哟。我是说地狱的楼下。Hello， 我是云爵，我是阿爵，我是 A 吧 ，This， 我真的没有在抽，是你们开始的，好、oh, ，你们这样不行耶，你们这样子开这种地狱玩笑。你们以后就会后悔哦，真的。大家要不要测试力？你汤拿东西送，嘿。谁也很糟糕，比那天工作做的很糟。啊！你们不要害我的直播很地狱好不好？我这样子不行嘞、欸。不说了，不说了，大家不说了，我等下被挤好吗？什么灵异肚脐？没有，你们只是听不见其他人笑声而已，他们都在笑好吗？他们都在大笑，哼！我们一定都在笑，笑比我还大声，只是你们听没有听到。啊！你们不要害我！哦哟，谁说的？刚刚是谁说的？林过，是不是林过？不要害我被讨厌！我好不容易和平到现在，我的偶像包袱，什么东西？什么鬼？但是我想，阿六吧，救命！大家不要害我，拜托，求 ，please， 你过，哇哈，还给我哇哈，哈，你给我道歉，你要说道歉，杨兄还没有道歉，对，毕竟我们是一个团体，对，就是。我们是 AKB48 TP 对对，哎呦，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大家，今天过怎么样啊？夕阳依旧那么美丽。哇，我的房间23度哎、欸。不觉得晚上变凉了吗？今天，明天还是好天气。我念出来了，忘记去买 Lady， 去买没关系，我有高云，我有 Lady 高 ，Lady G，Lady J， 反正我房间在哪？
欸，我还没吃晚餐呢，大家觉得我晚餐要吃什么？你们觉得我晚餐要吃什么？全家，很冷死人的房间，23很冷死人吗？就是穿一件外套就好了，其实。要吃什么、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吃七层蛋糕？不行啦，我要吃咸，我想吃咸的。而且有时候都会觉得，哦哇，我今天吃很少东西，然后隔天一定会大爆吃，直接胖回来。你刚吃完，你吃什么？夜市牛排，夜市牛排要去夜市哎、欸。番茄火锅，火锅 ，no no 番茄，居士狗，锅鸡，啊？差点也不要，麦当当八方云卷，七层汉堡会不会太胖了？牛肉面，嗯。哎、欸，我不见了！哎、欸，我不见了、欸！哎，没有我了，好吧？我大脸没了，这样我说过吗？有，我说过。狗吉布里，不要狗吉布里，谢谢。我以为你要说狗里达，那你就吃牛排吧，太好了吧，吃牛排。让大声一点！棒棒棒！小时榜结束后就会回来了啊？为什么？什么意思？叫外送也是牛排，你要吃草莓？他一颗橘色的草莓给你。糖红萝卜，哇，这是红萝卜吧？不行，我要帮你点点点。发霉的红萝卜，来吧。说的大点，大猪排，大猪排。战斗斗救命！啦啦啦啦啦啦！大棒棒！发芽的芋头，救命！放只大猪排好过了，瘦身的猪，最近花的有点多钱。超老，真的很老哦，希恩。距离可以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什么意思？不要出门，对啊，不要出门前就会不见。我这几天一直出门，看哦，啊，我不出门了啦，不行啊，明天再说。写 I 啊，你们打一个啊，咚，嘣，嘣嘣嘣。哦，
好厉害哦，好可爱，我的字。讲的好像不出门前不会自己跑出一样。天气很好就出门，不出门也会不见。真的，今天下了好多东西，什么东西？没有泡面。包子怎么变小号？对啊，包子怎么变小号？康贝基，对不对？我要写大家的名字。我的名字，高云姐，好难哦！我是镜像，我是镜像，还好写过几次日文粉丝信。我是镜像，这样没有，这样又很难写。对啊，高文贵。好难哦！我在看，我没有写过。妈妈，怎么这么难？我写不出任何一个。写不出任何字，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查五十音了，怎么这么难？五十音，对啊，高文贵，谢了。没有，我不要画包子，我不会画包子。哎呦喂！苹果呢？丁哥，花花，法法，刘勇，救命！好不动，我想要乱写你们的名字，但是我写不出来。怎么写啊？心机吗？不怎么写啊？不，有这个字吗？不，谁？哦，笑死！不，我在乱写哦，大家请不要认真，谢谢。
这样是可以的吗？我其实不知道。Hello, sweet spoon. 擦掉。好，请用片夹。啊，还要片夹哦，太麻烦了吧？不要了。你们要猜，你们要猜是谁？妈，怎么写？啊，我不会写平假。啊，我会。来个 B， 没有。嗯，我没有写错。可以可以，谢谢。好难哦。比较淡，只是颜色没有那么重而已。哈鲁还在吗？哈鲁，你干嘛一直找哈鲁？不是，不是你。你们干嘛一直找哈鲁？变态！好写，但写不出个啥。还是我来抄我的日文小说，学写字。对啊，骚扰女犯母汤哦。你要问他吗？救命！救命！
大概这么大。你找他要干嘛？嗯？他掉。哇！我的大脸。不是，是我，我的大脸，我讲大脸，我干嘛发明呢？小心掉粉，会吗？画我自己，我自己会掉粉，好吧？谢谢惊艳的缘分相遇，谢谢。Hello， 张发发，是我。你们很不会认我。啊，好写字哦，可是我不会写啊，我写什么 ？R E V L 卡 K 酷 K 酷。晚餐吃啥？还没，还在想。你觉得要吃啥？写什么？就是想写点什么日文的东西，可是我啥都写不出，啥子都写不出来，啥都写不出来呀！你也不知道，去抄歌词。なんでそんなに肚子里都是冰，好饱。そそげないそそ。そげない。なんでそんなにそげないの？啥？啥？そ。包包是什么？包有包这个字吗？你说给那有啥？说不说没有，就是想画想写而已。说给那有啥？说母そげないのか。あ、すが。そう。わあ、我不会。好难哦。え？そげないのさ、そう思い出さ。君、我会。君、君、君。no， 吼，这是吼吗？吼，呜，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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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吼，马路马路。马路猫咪，马路马路猫咪。
巴厉害。难得，我要难得什么难呢？难。很会写呢，很丑哎，很会写，然后很丑。下一个，这是歌词。我在讲那一段啦，我要认真写了。写中文标，我中文超丑。言对应浓达错，卡米太极是吗？是这样讲吗？对啊，摩托嗨呀，摩托。哇，我很会写耶。你觉得そうですよ。え、そうかな。知らない。ね、ファンに聞こう。私は言对应ですか。以后要跟阿珏，以后要跟阿珏要神对应都会变成言对应，对，差不多，差不多吗？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妈长这样？我的妈长这样，我擦掉了。我写错了吗？啊，中文很难写，不要，我不要写中文，中文太乱了。我的妈三藤，我的妈三藤哦，我没有看到。不要，雨浪就很多话哈，中文就很多话哈。妈妈妈妈鲁妈鲁妈鲁是只猫。因为它是带妹，所以长这样。橘色，橘色。很像吧？没有，超不像，我会被他主人杀死。嘿，画图比日文好看，又比中文字好看，笑死，没水了。对，有点儿。对啊，所以我只能用橘色啊，橘色超有水。怎么又是这首？是怎样 ？Happier。听我的爱歌，他昨天有打你打我脸吗？我昨天没有去啊。戴帽、戴妹都可以了。可可爱爱马路，就多，我要继续了。就。怎么那么难？就都好难哦。希也好难。希多希啊，写错了。下班，恭喜下班。这都希多伊，希多伊。假奶，求伊玛吉，大小写很难分，求伊玛。那他说他对我们讲那那还可以的哟，从那里起码加拿大就都都应该那阿妈啊啊啊嗯妈你。あまりじゃない恋がなんだかもわからないんだ。ちょいまち。はなんね。有，我有抄，我全抄啊，我只是。还办不够大。
写英文怎么样？ I don't believe to you today。 我的 hee 好看，谢谢。那我要写英文，我要写这首，这首真的很好听，救命！我看看。我要留着球衣吗？球衣吗？鸡耶、yeah ！看一下。这首是对，现在这首是 Happier Than， 这首是什么？ Happier Than Ever， 好听。我写字真丑哎、欸。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哇 ，Hello， 李晨，哎，你一直都在吗？没有，你不在。お祝い、お祝い、お礼是什么？谢礼，お祝い、祝い。为什么要说日文？我看得懂。谢谢 Pat 的 Pat 的浪漫玫瑰。
平安喜，为什么是平安喜乐啦？包子在闹啊！前面很小声，后面超大声，后面棒棒棒的，就现在。好好听。对，会炸喇叭，喇叭，我喇叭。想说我在练日文，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Hope you get rich， 谢了，也是可以啊。不是开到了八点半吗？大家，我现在是1:05哟，我的时数减少了，哈哈。好きなんだ，好き好きで，好き好きで。不行，再吵我就先下播啊！好凶。真的，哈哈，好大声，应该蛮多人都减少。包子要道歉，要换平台没有啦，我不知道，反正就减少了。
不知道为什么。黄光就是很舒服嘛，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但前一位室友 always 开白灯，就很不舒服。下礼拜播啥诗？母鸡斗。海蒂仙那颗呢 ？always 会长出来。啊，好好听。小声一点 ，B， 嘟嘟嘟嘟 ，Nikki B， Nikki B， 我真的不知道。看这个房间晚上就很舒服，就很适合。可能看电脑或者是听音乐，然后在这边看书。然后我最近又在看小说，虽然是电子书了。あ、にぎびそう、にぎびです。もう治る、もうすぐ治るです。就很舒服，但是最近都在客厅。没有很喜欢黄光，因为修图会偏。我喜欢，我不用修图啊！对不对？房间一定要就是赞啦 ！A B C D E F U， 巴拉巴巴巴，可以转一转。可是大家都在客厅啊，就而且会一起聊天，然后找他们来房间，又怕他们会。很不自在，因为毕竟是别人的房间，我们不常去对方大家的房间。对啊，客厅人比较多。而且我们房间又没有什么东西，客厅可能也比较自在。为啥会不自在？就是像是去亲戚家的感觉，因为不常来啊。那把客厅灯泡包玻璃纸是怎样？有啊，客厅也有黄灯啊，但是肯定会比较喜欢自己的房间嘛。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去别人房间直播干嘛？干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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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好好听。音乐很好听，歌词很不好听。A C D E F， 这宿舍有三个跟我同房过。对啊，基本上是全部。黄光、白光都可以，谢谢。怕什么？什么怕什么？什么怕皮？是浪得虚名。什么？嗨，有啊，还是会，就是还是会进啊，只是不长啊。
就是不惨啊。一讲再不要对呀呀，谢谢。什么意思？现在听着，救命！救命！それも好きな歌。不觉得这样子很视角吗？就是什么视角？我不知道什么视角。这样子什么视角？就是有种电影视角，就我在这边做事，然后你们那么看的。监视器差不多，你在自闭呀、想到通知的问题，宠物视角。有欸，我知道欸，我知道欸，为什么我知道？好酷哦，我居然知道这件事情。是哦，哇，我不知道后续，我只知道有这件事情，我没有去追踪。嘿嘿嘿嘿，但我最近比较少听。你们也知道吗？你们有在看我直播吗？我最近比较少听他的歌。
唱的歌。不一样。看到他真面目，所以不听了吗？没有啊，就是普通的，没有什么在听了，就跟九六毛一样，或是SOU 之类的，一苦家。进了之类的，也可能没有进啦，只是就是刚好最近没有在听，最近就是英文，我就是一阵一阵的人啊，你们也知道，我不是一直换吗？我也有放过韩文啊，又放过日文，又放过中文，又放过英文，还有吗？泰文、儿歌、儿歌也有儿歌。现在福德不是已经宿舍所有成员的好朋友，是不是已经是？不一定，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去问福德。有时候是纯音乐。蛮可怕。过去式，哎，不是过去式，那个三台，哎，什么啊？这是什么？对，三台。
Me hold all my life alone. Oh, 顾太，谢谢。我还没想到晚上吃什么，还是我等一下再看。好，我等一下再看。想怎样？好闹！耶、yeah, ，又回到了喜欢的歌。这真的不是我特地去找，他下一首真的就是这一首，那就只能听了吧，对吧？牛排很贵，不要，便宜点，便宜点。我知道啊，阿潘都吃一篮了，你也要奢侈一下吧。我奢侈太多回了，奢侈太多回了。最近吃过最贵的食物是啥？我最近吃过最贵的是昨天的咖啡店，其实也没有到多贵。甜甜圈 pizza 是什么？甜甜圈 pizza 是什么？ You want my every no
前都听什么？到底都听什么？炸炸炸炸炸炸！等一下又被骂，为什么被骂 ？KTV 行きますか？行きますよ。安置去厕所，安置谁？安置谁？为什么要谢谢 ？So I never really know you, God, I really try to blindsight it, hiding it, so we could get to this. But really, I was foolish, hindsighting, oblivious.Talking with my lawyer, she said, "Where'd you find this guy?" Says young people fall in love with a charming. 乱唱 something she made. That's alright, that's okay. We live in the joy and love when we're really just engaged. 傻傻嘻傻 What'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babe? 这首也很好听耶。Funny how a memory trying to a pattern running wild, running wild. Remember how we painted our house just like my grandparents did. So romantic, we've fought the whole time. Talking with my mother, she said, "Where'd you find these guys? It's people fall in love with the wrong people sometimes." 今晚只有我一个人吗？我不知道哎，其实。KTV で日本語の歌歌いますか？台湾の普通の KTV はね、日本語の歌がめっちゃ少な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猜啊。今天天气很热，有去吃冰冰凉凉甜点没有？少ない少ない。でね。もし日本語の歌が歌いたいなら、日本語の専用のその KTV があるの。なんだでもそこには日本語の歌だけでも私はめっちゃ歌うのは少ないだからまた行ったことないお知った有我今天有出房间我今天我不是说了我跟刘晓还有王一家去吃早餐吗然后我还做了蛋糕王一家刚还 PO 了你都没有再看没那么新那么多对说到底竟然超过两年没在 KTV 去晚安那都是早上的事有我直播前还有出去好不好不是直播才在这的在这里跟你们耗两个小时耗没有耗没有耗不好意思那时候你还没进来好吧这年纪也唱得快死掉了我有朋友好吗他晚餐还会吃吗会等等啊哼 sorry是什么口味？你可以去看王一家的现实动态。我今天做了千层蛋糕，有点太甜的那种。对，我今天提早开，哈哈。我打死蛋，太痛。啊，差不多了，我要去帮帮帮帮帮帮。嗯，第15名。
球迷跑不出哪一名，地球迷是烂客，写烂客。第九名是亚欧茉莉，谢谢亚欧茉莉。第八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七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六名是飞鸿，谢谢飞鸿。第五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四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三名是玉超胖，谢谢玉超胖。第二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一名是阿丹，谢谢阿丹。十个小时会坏掉吧？会少一下？不是有方法外送吗？没有，他今天住学校，我要关了在家。明天上晚安的 ，Spabi 觅食。怀念是怎样？我没有死掉哎、欸，哎。